皇家马德里还能再加一点啊，这个被赫罗纳打穿了，输了四个球啊，成全了一个神锋卡斯特利亚诺斯啊，也可以叫他瓦伦尼，阿根廷的神锋，今年才24岁，我的天哪！大家知道上一次面对皇马能够进四个球的人是谁吗？是莱万多夫斯基。距离上一次莱万进皇马四个球是多长时间的事呢？是10年前的事儿。哎，你这就不得不说这皇家马德里你还能演得再讲一点了啊！这场比赛呢，如果说曼城要是参考赫罗纳啊打皇家马德里，我感觉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啊！这个皇家马德里我感觉就是故意放啊，就是不想应聘，反正就是感觉我西甲争冠已经无望了啊，我也不想就是说硬来了，对不对？我硬来的话我还容易受伤啊，我就溜达着踢吧，对不对？完了之后呢，我能赢就赢啊，不赢就拉倒。完了之后，后防线那个防守那个不积极了，反正就是说你打欧冠和打西甲联赛，这完全是判若两支球队。但是我就想说一点，就是你如此不积极的情况下，就球迷啊，皇家马德里的球迷，他们能愿意吗？好在啊，我不是皇家马德里的球迷，就是这场比赛，我感觉对于曼城来讲一点参考价值没有。但是呢，你还真得要夸一下这个，阿根廷的这个卡斯特利亚诺斯。啊，这个射门的脚感，包括这个跑位的时机，啊，真的是很好啊！这个阿根廷又出了一个神锋，这会给未来斯卡洛尼啊，在阿根廷前锋的这个编排上、征召上，还会增加一些更多的变化啊！尤其是说在老塔罗国家队发挥低迷的情况下，是不是？那你看，又有阿尔瓦雷斯，又有卡斯特利亚诺斯，哎，这个又极大丰富了阿根廷的这个进攻线啊！不得不说，现在阿根廷的这个人才啊，真的是迎来了一个井喷的这个时代。那么再说一下这场比赛啊，这场比赛其实呢，维尼修斯的表现还是真的好啊。我感觉如果说曼城未来要是打皇马的话，除了要盯本泽马这一点，维尼修斯现在真的是成长起来了啊。他现在越来越具有啊巴西球员的那种灵性啊，这个持球啊、突破啊，尤其是在小禁区之内。不是，尤其是在这个禁区之内啊，他做的那个动作呀，这个技术，你还真的很难让对方的这个后卫啊，你不敢轻易下脚啊，你一下脚很有可能就造点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曼城要是打皇马，在欧冠当中一定要注意维尼修斯，我感觉他现在在皇家马德里锋线的这个作用啊，是不次于本泽马的，真的。因为本泽马呢，他现在就是门前那一下很厉害啊，而且支点啊，大心脏比较强，但是维尼修斯呢，他的活动范围更大，他的这个啊脚水的能力更强，所以说呢，维尼修斯才是曼城啊真正要注意的点，尤其是他从边路啊，从左边路杀向禁区这一下，真的够啊其他所有球队喝一壶。所以说这场比赛啊，实在是没什么好说啊，这个进球很多，但是呢，这真的不是真实的皇家马德里。虽然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皇家马德里的球员表现得很沮丧，但是谁知道内心是不是在窃喜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曼城啊，一定要小心啊！这个联赛输球的皇马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欧冠当中的皇马啊！这个完全是两支球队。所以说，如果曼城想要过皇马，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。好了，我是超哥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